家录一个梧州女仔弹一首歌叫《喜欢你》嘅。好聽啊，正啊，勁啊，仲有冇啊？繼續啦，好聽啊！我知道仲有咩白話歌啊？熟練咗真係咩歌啊？我哋熟練啦。係啊。不過就係彈得比較多。嗯，彈得比較多嘅邊一首啊？《夜晚夢仲係訓練》，不過係咪好熟啊？哦。夢中的婚禮是怎樣唱的？未聽過的，台灣的，他不是唱的，他是樂曲，陳欣樂。好啊好啊，彈吧。不太熟，你彈可能我就認識，你講的名字，夢中的婚禮可能我不知道。聽過，thank you.
其實呢首歌有得唱噶喎、啊。你估點樣唱啊？我識喎。雞全部都係雞。其實咧，不斷就係呢句詞嘅啫。係啊，就係、是。雞全部都是雞，全部都是雞，全部都是雞。哎，我不唱了，我唱得難聽。過嚟玩，係啦，所以嚟咁啱聽到你彈琴，好好聽喎、啊。隨便彈彈的，不是業餘。業餘都咁正喎、啊。業餘都咁好聽，真係好正啊！係真噶。而家又邊一首啊？咁我知叫咩？應該係《春水》。總之又係著名嘅樂曲就啱啦。宮崎駿那些識不識啊？宮崎駿的好好聽，我覺得。宮崎駿好像不是很會彈啊。天空之城有沒有看過？有啊。好好看啊，他那些真的洗涤心靈啊。呢首真系未听过喎，系啊，但系又系好优美喎个旋律。是啊，就是我很喜欢它的前奏。嗯。我想咩天空之城。系啊，又好好听啊嗰首。呢度有啊？有啊。天空之城系啊，好好听啊。弹呢个天空之城。怕咩丑啫？你又戴住口罩。本身都靚啦，戴住口罩仲更加靚。以前有冇彈過啊？有啊。有嘅。多數就係跟住呢一本書彈啊。有啲時都係跟書彈。嗯。即是你平時得閒就會過嚟飲下嘢啊，彈下琴咁樣噶。哦。
未淡過。嗯，五十。嗯，係五十。唔緊要啊，都好聽啊，好優美噶嘛呢一隻曲。你是不是梧州本地人啊？是啊。是的。平時現在講話都是講回白話還是講普通話的多？白話。即是講白話多的。我看到現在越來越多人講普通話的。就是一般。間不中講一下是吧？后尾唔识啦，我就唱过前面的，好正啊！呢首系咩歌啊？慢慢喜欢你，哦，好听啊！呢首莫文蔚噶嘛。你以前有冇試過一路彈一路唱呢首歌啊？我少，因為冇得熟啊。冇錯，你熟個手嘛。熟個手冇咩啊，因為我彈嘅陳音樂比較多。哦。我發覺彈琴同唱歌有兩回事喎。彈琴係真係會自己內心咧都好似陶醉。係啦，陶醉。但係唱歌咧，你係。感受到他的唱歌技巧而已嘛，嗬，嗯，不同的感覺。
你學咗幾耐啦？我啊，係今年開始啊。今年開始嘅。今年開始都彈到咁唔錯噶啦。幾好噶！你屋企人喺屋企聽你彈咧，一定覺得好好舒服，好好享受喎、啊。一定啦！我喺度聽都覺得好享受咯。係，唔會啩？畢業先買嘅。咁而家係讀緊大學。我而家做嘢嘅，但系都系學生咁樣。嗯，某一方面是學生啦，出嚟咗都要學習啊。梗係啦，出到嚟都係啊嘛，社會大學啊嘛。好啦，咁你慢慢彈啊。